我黄甫俊杰，没什么做不到的事儿。哼，姓龙的，你也有今天。黄甫少爷，我都跟你们说过多少回了，叫我黄甫老爷。啊，是是是，黄甫老爷，您等会儿。 连生，连生，你看看我给你买的花，嫁给我好吗？ 你先过来坐。哎，你先喝茶。哎，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。我爹的事儿，你打听的怎么样了？哦，我打听过了，但现在这件事吧，特别难办。你爹啊，把所有的罪过 扛到自己身上了，根本就不想活了。不想活了，那到底是钱不管用，还是关系不够呀？关键问题出在哪儿呀？钱我花了，人我也找了，关键问题出在你爹那儿了。你爹要是不翻供的话，这件事儿谁也办不了。再说了，连生，这警局也不是我们家开的。连生，先把这事儿放放，好不好？ 放一放这事儿，没准就有转机了。连生，你也考虑考虑我们之间的事啊。这件事拖了这么久了，再说了，生米都煮成熟。行了，黄甫俊杰。 你根本就没有想帮过我，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我爹有今天，跟你脱不了关系。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他自己去自首的。自首？他为什么20年前不去自首？他为什么现在去自首？说呀。那你得问他。他？我只问你，你安的什么心？ 你把我们家的钱全骗走了，又把我爹和我大娘的事弄得满城皆知，你什么意思？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又不是我把他们俩弄到一张床上的。你，你给我滚，滚！连生，你别总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好不好？你想想这个世界上，除了我，你还有谁呀？ 你以为我离了你活不了是吗？实话告诉你，我要不是为了留在这儿让你救我爹，我早走了。你以为外面放两个人就能看得住我呀？你往哪儿去啊？你想想，你爹现在在大牢里，你大娘生不如死，你哥哥都快要饭了。好，你看我离开这儿能不能活？连生，连生，放开我！连生。 哎，走开！走开！走开！
连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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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开我！连生，别闹了，行不行？我今天是来向你求婚的。你向我求婚？我爹现在在牢里，你向我求婚？ 世界上只剩下你一个男人，我也不会选你。连生，你怎么就容不下我？你想想这个世界上，还有谁像我对你这么好？你就是这么对我好的是吗？是你毁了我一生的幸福，是你把我弄得家破人亡。连生，是我救了你。 阻止了你和你哥哥之间的乱伦。你胡说什么呀？胡说什么呀？连生，我跟你说了多少遍，你怎么就不相信呢？啊？你想没想过，武生为什么赶走养他20年的爹和娘？你爹还有你大娘，为什么这个时候去自首？ 武生他不是你亲哥哥，关后普才是你亲哥哥，他俩是抱错了的孩子。这件事，武生、关后普，你爹、你大娘全都知道，连静修寺的方丈都知道。不可能，别胡说八道。连生，你冷静点好不好？这件事说来话长，这个关后普。 他是你亲哥哥，你永远都不可能跟他在一块儿。我知道你在恨我，你好像觉得是我阻拦了你的幸福，但你想没想过你的幸福是什么？啊，你差点和你亲哥哥在一起。别说了，不可能，根本就不可能。连生，在这个世界上，还没有我黄甫俊杰得不到的东西。 我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，但我只对你一个人好。我现在什么都有了，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。连生，你嫁给我吧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连生，我为你做了这么多，你一点都不感动。 我甚至为了你去杀人。杀人了！我是杀人了。我为了复仇，为了得到你，谁挡在我面前，我就让他生不如死。杀人了！杀人了！ 他活该！谁让他挡在我黄甫俊杰的面前？啊！我没整死他，就算便宜他了。连生。 你已经是当娘的人了，别再任性了，好不好？多少人羡慕你，还来不及呢。小玉，小玉儿呢？我孩子呢？他在我房间里呢。哎，连生，连生！ 大小姐，连生，连生，走开！连生，连生，连生，别再闹了，行不行？你让我走，让我走！你抱着孩子去哪儿？
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你说的对，我的家没了，爹坐了牢，大宁病了，哥哥一夜之间变成了陌生人，连我自己深爱的人也变成了我的亲哥哥。我现在只有小鱼儿了，他是我十月怀胎的孩子，我必须要带他走，我必须要把他带走。他也是我的孩子。就是因为这样，我才会把他带走。我不能让我的孩子跟着一个你这样的爹。不许走。黄甫俊杰，你要是再拦着我，我就和小鱼儿死在你面前。你敢？你敢碰他一根汗毛，我饶不了你。看我敢不敢！来，把孩子给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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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小鱼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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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鱼儿，来得及看看世界的小生，娘死了也没脸去见，娘欠你的，就让娘活着，一天天受惩罚，偿还给你吧。情深恨切，该如何抛开？冤孽太重，又该如何赎清呢？连生小姐，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现在你只能放下过去，才能重新开始。逝者已逝，还是从善待身边之人开始吧。一句放下谈何容易，我做了太多错事，怎么能就此放下？那你回去以后要善待你曾经伤害过的人，
祈求他们的原谅。大师，我不知道。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原谅我，也许我不会被他们原谅。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大师，为什么人生在世会有那么多遗憾？啊，这是一个真实的世界，就会有遗憾。没有遗憾，给你再多的幸福也不会感到快乐。信不信佛都是一样。可是大师，我想……走吧，痛苦自责不如学会善待他人。大师，我还有机会吗？莲生小姐，你这么年轻，一定会有机会的。的气呀，不恨了，不恨了。哎，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？啊，咱们的小孙女呢？小孙女呢？怎么没回来啊？啊，连生，告诉大娘，是不是那个俊杰又欺负你了，把你赶出来了？啊，大娘。不问了，这一切都说来话长，等以后有时间我再慢慢告诉你。好，最主要的是我又找到了你，我又回到了你身边，从今往后我哪儿都不去了，就留下来陪着你，照顾你。
好不好？真的，你没骗大娘吗？没有。啊，你真的留下来吗？你真的要陪大娘吗？好，留下来，留下来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陪我。大娘，只要咱们在一起，就证明咱们龙家没有完，没有散。对，没完，没有散。我们龙家没有完，没有散，对吧？对。好，好，没完，没散。好。我来、啊，行吗？行，小心点啊！哎，哎呀，没烫着吧？啊啊，没烫着，没烫着，小心点儿啊！大娘，哎呀，你放心吧，以后这些活儿我一件一件学着来，肯定能行。哎，好。你去哪儿啊？我出去走走。那我陪你去吧。不用了，静心。你放心，我不是要去抽大烟。我一个大男人，总不能整天待在家里无所事事。我去找一找，有没有活可以干。那你要找什么活呢？我们剩下的钱已经不够去开一个铺子，我想看看别的铺子或者是当铺有没有可以让我干的事情。如果运气好的话，看有没有药铺可以让我做一个坐堂大夫，那也挺好的。做这样的活你不觉得委屈吗？委屈什么？一个男人不能养家，那才丢脸呢。要说你有文化，又会写字，找活应该不难。可是我怕他们把你当成大少爷，没人敢请你啊。不管他们请不请我，总要试试看。我这有个活儿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干。娘，我来找你呢，是前面店里头啊布置的差不多了，我打算明天重新开业。店里呢刚好缺个管账的，我来问问武生愿不愿意去店里帮忙啊。其实我也没有什么经验，你还是找一个更好的人来帮你的忙吧。你与其去帮别人做事，还不如帮帮自己的娘。就是。怎么样啊？我什么都帮不上你，我还要靠你吃饭，我不想这样。傻孩子，我们还分什么你我呀？我先想想吧，我出去了。武生，静心，让他去吧，让他去试试，不碰壁，他是不会回头的。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他老是跟你拧着干。他不是冲我，是冲他自己。他对自己很失望，但是又没有办法很快振作起来。毕竟
他的生活刚刚全部被颠覆了。需要人，走吧走吧啊！你就让我干这个活吧，我们家生病的老娘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不用人的。哎，你干什么呀？连生。没事。我没挣什么钱，也请不了你吃好的。已经挺好了，我吃饱了。谢谢你。你怎么这么客气啊？你现在不是我哥，我也不是你妹妹，而且我们还是仇人。我们兄妹一起生活了十几年，你也叫了我十几年的哥哥了。十几年，十几年的兄妹，现在居然变成了仇人，真觉得好笑。那现在准备怎么样？你不是都看到了？现在只要能找到活干，能挣点钱养活我爹跟大娘，我怎么着都行。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有活干，可是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。这是我娘开的店，反正都是些女人的活，就算你不会，学起来也应该容易些。走。
连声。连生，你别走，我们一直都在找你，你去哪儿了？你还好吗？家里的事我们都已经听说了。让你笑话？你怎么能那么说呢？谁在笑话你？你看看我，我有在笑你吗？你今天既然被我们看见了，就别想走。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是永远不需要别人帮助的。无声是你哥，我是你的嫂子，我们是一家人。可是无声现在不是我哥。我不管你们身上流的谁的血，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十几年，你感受所有的感情都能一笔勾销吗？娘，哎，咱们把连生留下来，你说呢？你也是这店里的主人，你说了算。那我可就做主了。连生，我们这个店重新开张，需要你的帮助。我知道你不愿意和我们在一起，也想想你的家人，就算是为了他们，好吗？放这儿吧。好，来。好，放这儿。怎么样？挺好的。走。娘，收拾得差不多了。总算是差不多了。那你赶紧去休息吧，剩下的我们两个做就好了。对。今天啊，谁都不做了。都去休息，明儿一早再说。连生，天晚了，你今天就住在店里吧。啊，不了，我还是先回去吧，大娘还在家里等着我呢。啊，那也好，路上千万小心一些啊。哎，万夫人。怎么还叫我万夫人啊？听起来感觉怪怪的。以后啊，就叫我心儿阿姨吧。哎，谢谢心儿阿姨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你把我留下来，到底想怎么样？你说呢？我不知道。那你就猜猜。我猜不出。你那么恨我，所以我真的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把我留下来。你说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还用问为什么吗？我以前对你做了那么多坏事，
每个人都会为自己的错付出代价，你也不例外。是，老天是让我付出了代价，家没了，爱的人没了，孩子也没了。可能，这在所有人看来，都是我的报应。所以，你把我留下来，是为了看着我受报应。和你以前一样，把我留在你身边，在你眼皮底下受辱，是吗？那既然是这样，你为什么还要留下来？我需要钱，哪怕是受尽折磨。是，林生，你长大了，但你还是不懂。不懂什么？心里如果一直有仇恨，那在这个世界上你不会快乐。报复别人的快感，往往没有仇恨带给自己的伤害那么大。你知道我娘为什么帮你大娘吗？为了后补。不仅如此，我娘跟我说，宽恕别人就是对自己最大的解放。我和我娘一样，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，已经没有力气再恨你和你大娘了。现在我们只想好好的活着。你也变了。对，我变了。我不再是那个逆来顺受、忍气吞声的周静心。我希望你和我一样，从今天开始，从现在开始，好好的活着，好吗？一定。走吧。大娘。哎，回来了。啊。饿了吧？啊？哎呦，还真有点饿了。大娘给你煮了粥。哎，大娘，您吃什么呀？我还不饿呢。不饿什么呀？家里什么都没有了，净光吃这些红薯了。来，坐下。哎，好，慢点啊。哎，哎，哎呀，啊，大娘。哎，你看，哟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呀，是您最爱吃的绿豆糕。是吗？哎，本来还想给你买点别的呢，结果回来太晚了，就只剩下绿豆糕了。哎，那怎么会有这样的东西呢？别问了，快吃吧。不行，大娘必须知道，你哪来的钱买这些东西啊？我找到活干了。是吗？在一家裁缝铺里打打杂，帮人照顾生意。哦，那好那好。可第一天上工，老板就发你工资啦？我问老板预支的薪水，您看看您，瞎担心什么呀？您还怕我跑去青楼啊？哎呦，瞎说些什么呀？大娘这不是心疼吗？我知道，您放心吧，那家裁缝铺的老板对我特别好。再者说，咱们家现在这样，只要有活干，有钱挣，我吃点苦算什么呀？嗯，真是个好孩子。
无声，无声，无声。静心，静心，抱着我，好冷，好，你。无声，撑住，明天我们的新店就要开张了，一切都会好起来，一定要撑住啊。好，我一定会戒烟的，我一定要把烟给戒掉。静心。